河边一名70几岁老妇人人骑脚踏车外出，山坡路破冷，无多继续骑，唔知要安怎，只好坐伫边体停下卡。河边警方局接到报案，关键是赶紧出动协助老妇人人将脚踏车载去保冷。河边一名70几岁老妇人人骑铁马出门，山坡路破冷，当场唔知要安怎。只好坐伫边体顶啊卡，好心的民众到山间报警来协助。民警到场后，发现其轮胎破损，仍可补胎，协助陈父将脚踏车放在巡逻车的上面，并载陈父一同去附近的自行车行补胎。林姓的所长指出，河边分局接到报案了后，民警也马上到现场协助，看到天气这么热，怕中背着山，因此是到山间协助将脚踏车载到铁马行来补冷，也呼吁乡亲出门前一定要检查车辆设备机件是不是有正常，以及油量是不是有充足，避免造成车辆熊熊各种等状况造成危险。多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